在那儿捣鼓什么呢？啊，我看这儿挺热闹的。那、啊，啊，哎，木头人，我看见木头人了。你看见木头人了？哎呦，我又不是木头人，记不住你这么使劲。哪个木头人？疼死了！啊，哪个？啊，就是院子那个。哎，又站在树底下了。哎呀，不，不对吧？啊，你看，在贝贝屋里。在贝贝屋里。啊，哎不，我是说呀，你没看见隐身衣？哎呀，你问贝贝好了。对，问贝贝。这些孩子，哎，算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，我去去就来啊。哎呀，时间可不早了。哎，我心里有数啊，啊。快点，说不定已经开始了。等等，小王还没穿上女生衣呢。我不想穿。嗯，那不行，万一让别人看见了，又惹出麻烦来了。再说票只有三张。三张怎么了？三张票就是说只能进三个人。我们不骗你。那好吧，再说也是翠翠伯伯说的，我们帮你挡着啊。嗯，来来，预备开始。哎，小来了。皇宫回来了啊啊 啊！来取件衣服啊啊啊！不，是木偶啊。这，哎，是不是趁孩子不在家，在孩子屋里过过瘾呢？啊啊啊！是是是。
姗姗来迟太不应该了，就是是啊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真是，真的，都快把我给弄懵了。啊，哎呀，你不知道啊。嗯，让我啊站在台中间，哎呀，我的腿，哎呀，我连站的劲儿都没有了。哦，我看见了。哎，看见什么了？你快说嘛。哎呀，你快说嘛你呀。可我，哎，我又觉着不太可能。哎呦，你呀，真是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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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干什么去？哎呀。我喝点水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喝水。嗯，那，哎，你刚才说的那个大概啊，不是啊，什么到底啊，嗯，是什么呀？是，是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是一个一个什么？一个什么呀？哦，对，说，是一个小亮点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那多大啊？多大？哎呀，是就是一个，哎呀，嗯，就那么一个小亮点。哎呀，嗯，哎呀，哎，体积多大？哎呀，你怎么了嘛？哎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哎呀，你隐身衣啊，这就是我的隐身衣啊，对，就是我的隐身衣。你太好了！哎呦，哎呦，你疯了！这是隐身衣，干什么？小亮点儿，小亮点儿，隐身衣，隐身衣，小亮点儿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别闹了，羊子了，羊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那我跟着你，我不怕。哎嘿，哈哈哈哈！这
件衣服可真好看呀，可是翠翠婆婆说让我把衣服还给你爸爸，你是不是也想让我把衣服还给你爸爸？嗯，可是我真的喜欢这件衣服，是不是啊？其实我也想还给他，不过我也想出去哟。没关系，你穿吧，我喜欢让你穿，没事儿，让你穿吧。真的？可这是你爸爸的，也不是你的哟。嗨，我爸爸的就我的，连我也是我爸爸的，只要我同意呀，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，没问题。能顶事儿，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，出了什么事儿啊我解决。哦，太好了。贝贝，快开门。嘘，爸爸爸爸。哎，快点。贝贝。来啦。快点。哎，有声音。听到声音没有？哎呦，快下来！贝贝，开门来，快点！哎，知道了。你知道了还不开门？等一下的。哎呀，快点，我还没穿好鞋呢。哎。